据媒体报道，3月26号，昆凌在某社交网站上晒出自己与儿子在游乐园游玩的照片，并感叹儿子长得好快。照片中，昆凌牵着小小周的手走在路上，画面十分温馨和谐。昆凌还晒出自己和朋友一起小憩休息，在照片的角落里，小小周乖巧地坐着，十分可爱。昆凌还大玩各式各样的娱乐设施，并配文夸赞游乐园超美，笑谈自己是昆三岁。周董还回复评论昆凌甜蜜互动惹人羡慕，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